今日上午11:50接获通报，于小琉球地区花瓶岩岸际有一男子跌落堤防，深陷于消波块缝隙中，请求派员救援。小琉球安检所获报后，立即派遣线上巡逻勤务人员驰赴现场，并配合琉球消防分队人员合力将伤者救起。后经琉球卫生所评估后，派遣医疗船将该名男子紧急接驳下岛，转送东港安泰医院治疗。在此呼吁，许多港区堤防设施高度均可达数米，且考量其设置用途，普遍未有防护栅栏设置或照明设施，民众稍有不慎，即会发生摔落受困的险境。也特别提醒前去游玩的民众，务必注意潜在危险，请避免冒险进入。民众若于海边或岸际发现紧急状况时，亦请多利用海巡118报案专线。海巡署接获通报，将立即前往协助。